Punto. Però il tocca.这把开局啊，都有点难受。我操，开局被爆了！这跟我打，回头都在偷钱，他奶奶的！不过大卡白的偷钱是挺好打。 这波支援怎么样？2分28秒，跌到。有一句话叫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”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明白。明白就。 打野帮我杀了他一波啊！这对面的维克托啊，就没什么用了啊！别装了，你还是打不过他。你看我这波，你看我这波游走。 那杀你吧，那杀你吧，看到没有，这不游走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看在帮助我们队友拿河蟹，我操，好空线，你注意。看一下呀，阿古尼塔涅斯米达，好起来了。 空闲没有好下场，这武器被大树给单杀，离谱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吃一点。 大师当，你每次黑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心痛过？不是，对你摸良心，咱们说句实话，你觉得我那算是黑你吗？我那只不过是把你每天晚上打的对局，我完整整的发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说我抹黑你一点了吧？那为什么我打的好的你不发？什么叫打的好？ 下路残血开大过去拿人头，队友打团你在下路开疾跑带线，死啊！看到没有？哇，他吃我车，我操！我操，真离谱哎！你吃我车太离谱了吧？啊？你死了呀，大哥，这是谁顶得住啊？ 完了，大人都没了，600块。这位置是必死的，相当难受啊！真的。 我让你死，你就必须得死。
看到没有？黑子说话，说话啊！演完了，是不是演完了？哎呀，说不出来话了，沉默了。哎呀，别急别急，整的跟你这把……哎呀，别摁摁呀，沉默了，整的跟你这把要赢。哎呦呦呦，沉默了，沉默了，哎呀，沉默了，嗓子不舒服了，他们 AD 是没双招了啊，这没双招的话，说实话我找个机会推波线还是可以下去，就把前期打野棒抓了一波，我是把输这线是没压力的已经。我就吃你一个对象，现在皮我就杀他了，我跟你说。大招，大招，漂亮！哎呦，哎呦，他死了。没事，有人头，有人头。他必死啊！他必死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！你是急得很。不急。急啥呀？怎么闪的死？要我说呢，你果然拥有一个敏锐的嗅觉。说 buff 开了他呀，那块怎么来说来着？匹夫无罪啊！下一句是啥？下一句是啥？我不告诉你。怀璧其罪。哦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、哦、操！你凭啥能2-0 2-5啊？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我、哦、操，拉斯抢下线了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把下路打巅峰了，受不了，不能理解。你这有什么不理解的了呀？难受了吧？真不能理解。他又嘎了。Good。这把说实话，这个打野帮了我一波，我直接反补了整个的整个局。这把说实话，赢跟你也没啥关系。这把赢还跟我没关系啊？打野确实强，打野玩的是不错，但是我呢也不错呀。哎，这碰见这样的野爹，谁都能赢，只要不送，我感觉谁都能赢。我必须得是我才能赢，不是我赢不了。你不要不愿意承认事实啊，大师长。要接受事实啊，大师长。要勇于面对啊。你平常能正战绩啊？真的，勇于面对，面对自己。
有闻香味了，我操！你送起来了呀？感觉你这把可能被打。完了，快跑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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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话，黑子说话，黑子喷。怎么帮了那么多波还能被杀呢？你这不是你要不去，我感觉人家俩都不会上，你们三个可能都不会死。帅呀，牛逼！我操，牛逼！哎呀，可惜了，牛逼牛逼！你看别打野，你们下路能不能学习一点？我的天哪，真的，嗯。我看伺机而动啊，好的，动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你烽火波撞九州啊！这路人都不吃吗？你不吃我吃，太不贪了吧你！这个十三分半，我说实话，这肚子能吃的嘎嘎饱。南枪又如何？我要死了！怎么可能？南枪能杀了我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个阵容直接给我们这个打野做一手火炮，他来输出，我来控制，中野合并，琴瑟和鸣，想一下，这个武器大师，说实话，应该是个补位。你前天晚上玩的皮城辅警，什么？皮城辅警。皮城辅警。对，四杠十那个。哎，对，四杠十三那个吧。没什么印象。什么礼物下播？火箭下播？后面的是大食堂啊，兄弟们，大食堂。今天跟我说他改邪归正了啊，以后成为我的白子。我就说那行吧，这么可怜的又。啊，行吧，给来个机会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난독보적이라别人弃暗从明是不是？那我们不能不给机会哦。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前两把那输的都包赢的局啊，就第一把输的是必赢的局输了，第二把是遇到了奇怪的辅助上来就摆烂，也没办法啊。我也说句实话，兄弟们，三贵输的这两把，对面全都是 MVP。感谢强哥送礼物啊，晚上好强哥。
你终于还是出手了呀，强哥！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！感谢强哥送的礼物啊，晚上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老板糊涂呀！老板大气啊！老板，你不要听他乱说。你说你在我旁边说那么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不是你说话我能死吗？是你先飞过去的，我才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影响发挥啊！这大叔跑那么慢，石盖狗叔啊！下去是啥？石盖狗叔啊，下去是啥？我不知道哎。有没有小白子啊？直播间小白子，大家跟大师狼辩论一下吧。啊、哦，来点文采好的，把大师狼说的哑口无言。让大师狼默默流泪，默默哭泣。秒黄，看到没有？哎呦我操，人头哪里？别拿了！哇，那边还那么多兵线啊！我的天哪！对面赶紧捡吧！想看这一局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呢？明明心里就是希望我 C。你这个人有点扭曲，说实话。你心里想的跟嘴巴说的是不一样的。我心里想的是啥？想的是想看你 C 啊。对啊，我说你看我打游戏不是来看我 C 的吗？我来这儿说实话就地取材，知道吗？就地取食材。自欺欺人哦，看你还能骗自己多久。你还能过多久？我还能过好一会儿呢。他怎么杀也杀不到我呀？三分零的这个背景音乐还可以啊。这边辅助应该是跟他们正在吵架了啊，这苦主一点事情。因为为什么吵架我也能理解，因为这把我一直在游走下路，而对面这个中单就跟负地零似的啊，这把两个字中距。伤害你应该还没有萨拉芬尼的高，怎么可能？一会儿出去看看。萨拉芬尼他没伤害的。重点了。